简单一喷，细菌便不见。这瓶喷罐装的只是普通自来水，却多了消毒功能，没有化学物质刺鼻的味道，多了无毒环保的安全性。看似神奇，其实原理很简单。透过电化学的一个反应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高效又安全的消毒剂。研发人陈建宏博士曾参与慈济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的救灾活动，在灾乱的灾区，他看见了灾民的需求。你在做救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除了把脏水变成干净水的过程，就发现其实在灾区有很多消毒的需求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是不是可以其实制造出一个安全又强效的消毒水，让他们能够快速的是使用保护自己。好，这项研究未来也将朝向更多元的发展，希望让生活中产生的废水能更发挥更多的利用。大爱新闻张略嘉台北报道。